团一行七人走过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纵跨整个南美洲，最终来到了世界的尽头——乌斯怀亚。经过在最后一块南极拼图的任务挑战，林志玲、江燕、金晨、Harry、大眼仔五人成功获得了前往南极的船票，而宋丹丹、王林将在乌斯怀亚休整数日后，前往伊瓜苏国家公园完成剩下的旅行。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告别了花样南极队，小妈和大姨决定前往乌斯怀亚世界最南端的小邮局给大家寄信。世界最尽头的邮局，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太美了。这就是传说中最南面的邮局，世界最南端的邮局。太美了。太美了，太美这些我是替自林寄的，这些是我自己的。OK。我没有办法去瀑布，灯姐，我要麻烦你一件事。啥？自林给了我一个东西，把这个扔掉以后，就能够把所有的烦恼都扔掉。哦，真的啊。志玲，丹姐会帮你把烦恼全部都扔掉。一定的。本应一同前往伊瓜苏的王林和宋丹丹二人，因王林的个人原因需要提前回国，于是宋丹丹将独自前往伊瓜苏。拜拜，宝贝儿。好好保重自己啊。OK， 拜拜。你上你的车，我上我的车，拜拜。保重，丹姐，拜拜。有泰坦尼克号的感觉啊。是洗衣房吗？哦，洗衣房也有啊。哇哇，好大哦。 My is up.Okay. With the cold down, like this. Wow. He has two seats, it's too cool. It's really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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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really nice.挺好的，很温馨哎，超级技巧。哎，这小客厅好舒服啊！哈你这样会不好意思。哦，是这样子啊。哦，那边怎么了？那边
边没有窗户，里面也没有这个厅，真的，真的宁愿睡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或者咱们把床并一半儿，咱们把床并一块，三个人睡。我刚才也是这样，我睡这个可以啊，那我们就可以，要不我睡，我可以，因为我的行李就是有，我特别喜欢。好好好，可是这个真的还比这个感觉好，这个挺好的，可以啊，李小芳。我们三个一起，然后我们把东西理出来以后，就把箱子放到三号房间，好不好？嗯，对对对，就当行李去。欢迎收看由任性更任性美多斯密集香菇精油独家冠名的《美多斯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太阳雨净水机，我家的第一台净水机指定播出。够美吗？我们要在这里放一个音乐。放什么音乐？要不要我们都跟他打个招呼？阿根廷，拜拜！阿根廷，拜拜！大家下午好，大约再过5分钟后，我们将举行紧急与气船安全演习，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安全演习。5分钟以后，那个他们会叫我们上去，要跑，要穿暖的衣服上去，好吗？要穿暖的衣服上去。暖的，这很暖很暖。哎，有穿暖吗？这个不够暖。那怎么办？又要跳一次吗？大家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穿暖和，就像我这样子，穿很多很多很多。要点名。5052 5059花样团接受了包括南极公约在内的南极航行基础知识，以及如何应对危险的求生技能培训。Can I try? Can we try it on? Yeah, you can try it. No, you're not allowed to try it on. You just have to take one. Okay. Really? Kidding.
Yeah, of course. So what size are you? I'm size 40. 40. Yep. Size 40. Size 40. Okay, try it on. Excuse me, sir. I think I need a bigger one, maybe like 41, 42 even, just so I can fit more socks inside. Yeah. Got it. 我脚太大了，没有办法，所以要再等一下。Oh, let me see. This is 42. This is a 6. Ah! 被发现，我是大脚丫。OK, men's size 刚刚好。不要告诉别人。所以我们进出的时候呢，都要把你自己的 parker 就这个冲锋外衣，防风、防雨、防水、防寒，还有我们的这个鞋子，然后放在自己的 locker 里面，然后才可以出去玩耍。可是这两天还不行玩哦，好，先去找别人。此次的南极行程将一路向南，经过三天的海上航行，穿过凶险的德雷克海峡，越过南极圈，抵达南极半岛，登陆南极大陆。做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喝出自然女人味的贝妮美花样奶鲜特别支持。我们两个一直在船上瞎晃瞎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们 camera 应该有人拍到我们在收集每一个镜头，就是哎，这里有个镜头过来打个招呼，那里有个镜头过来打个招呼。对，因为你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然后就有人提议说去包个饺子吧，哎，不错哦，然后我们就去包饺子了。有我们的大厨二胖出现，还有我们的陶总，对，这是我们老师。我们俩就捣乱就好了。一二三，一二三，非常好。再加一个这个，凯瑞，你不要光玩了，给大家唱个歌吧。我在负责这个。好了，我第一个海豹形状的饺子完成了。哎，我做了一个馄饨。我知道这是的。小笼包。馄饨。那你妈妈也给你包饺子是不是？我小时候有跟她一起包饺子，是吗？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的饺子都很丑，她都很漂亮。哦，是吧？大家都兴致勃勃的时候，船开始晃得很厉害很厉害，所有摄像都倒了，回去必须要躺着了。
涵乘坐的探险船开始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南美洲和南极洲的分界线，也是世界上最宽的海峡。作为南极风暴的走廊，德雷克海峡是整个航程中气象最复杂的海区之一。探险船当天发布了橙色预警，他们将遇到巨大风浪。船就晃得特别特别的大，整个就是已经斜得很厉害了，真的很多东西全都一下子全倒了，只能晃一下就倒一片，晃一下倒。包饺子大家都兴致勃勃的时候，船开始晃得很厉害很厉害，所有摄像都倒了，回去必须要躺着了。花样团乘坐的探险船开始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南美洲和南极洲的分界线，也是世界上最宽的海峡。作为南极风暴的走廊，德雷克海峡是整个航程中气象最复杂的海区之一。探险船当天发布了橙色预警，他们将遇到巨大风浪。那个船就晃得特别特别的大，整个就是已经斜得很厉害了。很多东西全都一下子全倒了，只能晃一下就倒一片，晃一下倒一片，有点晕，怎么办？我现在好了，收吧。对，二胖姐是真的是不行，所以她才就是需要搀扶的过去。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因为一直在晃这样子。到第二天那是最夸张的时候，说是有8到10米的浪，晚上睡觉的时候根本就是叮咣啷，全都各种，就觉得什么都在往地上倒。感觉自己在船上就要翻了，然后每次摇得非常厉害，然后去餐厅那个盘子直接就是往地上摔了。上人走路也是非常搞笑，就很多奇形怪状的人，然后还有的就是真的在跳舞，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45度角，然后什么那种太空步都出来了。洗澡是特别的困难，志玲姐教我是直接蹲在地上洗澡，亨瑞克教我是他贴在那个墙面上洗澡，但是我两天都没洗澡。因为太晃太厉害了，就觉得啊洗澡好累哦，就算了不洗了。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just gone after 7 o'clock, and the Ocean Endeavour is heading south towards the Antarctic Circle. 我们马上就要穿越南极圈了，请大家起来到船的甲板上去看，7:15下船头见。南极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被发现、唯一没有人定居的大陆。南极是最冷的洲，常年平均气温-35°C，它也是世界的风极，12级风是家常便饭。中国在南极目前建有4个科考站，而南极作为旅行地来说，对天气和交通工具的要求极为严苛。普通游客很难深入南极，幸运的是花样团此次乘坐的探险船将是2016年第一艘穿越南极圈的船，他们也将领略难得的南极圈内奇观。我这个是什么呀？今日同饮请公酒，茶吃美酬事不休。排长，排长，排长！太使劲了，哥哥，太使劲了。到南极了，现在已经31分了，还有2分钟。要不要这边看？你看。哦。哦。哦。对，应该过了那边就是对。She's so incredible.原来长这样啊！哇，哎，真的是蓝色，上面这么多蓝色。哎，我觉得好特别，就感觉它的冰绝对不是，就是不止几十年，真的几千年。一看到那种浮冰还有雪山的震撼度，我觉得哇，对，而且它很美，就是大自然的造景，就是美到你觉得不可思议。你最想看到什么？雪山脚下，我最想看到。我还是企鹅。企鹅。嗯，我想看到北极熊。蓝色地方吗？再下去之后就可以去到北极，我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地心引力。跳下去，你看有个洞，就是地轴。对，你只要穿过地轴，一下子一秒钟就到北极。就上下的那个。对，真的。真的。那我们一起来一下。没事。但是你不是也想去北极？别，你跟我们家喝。他这地方，我很容易就相信了。女生不收男生。我很容易就相信你，不要骗姐姐。就是，还真的有道理。就。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spirit is yours.什么？Please raise your glasses for a toast. Yes. 现在什么感觉？现在什么感觉？对，好像你。活到这一刻是非常值得的，终于到了南极。这两天晕船各种不舒服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终于快到了。终于要穿越南极圈了。激动，我好开心啊！我可以往前走吗？
好像要进到南极圈，然后可以看到它好像就一个大门为你打开的那个感觉。锁住那个瞬间，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永远不会忘记。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这个全世界只有只有一些人能来到这里，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想带你看看世界多精彩，想给你听听我的爱。想带你看看世界多精彩，想给你听听我的爱。遇到障碍，一定为你移开，总有我在。地球的最南边，妈妈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哥哥姐姐我爱你，我想你们。小妈，我想你，特别特别的想你。这屋有人住，这屋有人住。胖儿子，哎呦我的妈呀，你得走了多远呢？你咋没那么远？有点不认识你。应该不认识，妈妈老了吧？哎呦，太假了！哈哈哈哈哈！对着镜头说的了。那你想你儿子了吗？没想，没想。还是你妈比较诚实。哎呀，一想我儿子不想我，我也就不用想他了。哎呦，我的北京人睡不着觉。想我想的睡不着觉、啊。哎呦，我一点没像不，完全不像吃不上饭、啊，完全不像吃不上饭。没特逗。那你出来玩，你把土回去打家务吗？啊，那当然了，因为这是我的职责嘛。没有了，他经常照顾我。妈，你们两位对伊瓜苏大瀑布有什么见解？哎呀，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大瀑布，没有看过瀑布，只是在电视里面看过。啊，所以他是来圆梦的。真得说的这么伟大。世界自然遗产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河水从高崖跌落至深渊，造成了60至82米的瀑布落差。澎湃的轰鸣声、湍急的水流和阳光下的绚丽彩虹，都是游客们必到这里的理由。而丹丹姐决定带着巴图首先去接受一下瀑布的洗礼。哎呦这晒呀，我的妈妈啊，坐小火车啊，
欢迎收看有任性更任性美多斯蜜奇香护精油独家冠名的美多斯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太阳与太阳能太阳能一切指定播出。我什么都忘了，就志玲这没忘。小口袋，然后有一张小卡，我看了，志玲的字很漂亮，上面写着远离所有烦恼。扒出这里面几个字，我估计你都不认识。哎，我全认识，所有。我小时候是看动漫画书长大的，所以繁体字 OK， 所以繁体字 OK， 所以繁体字 OK。有人要吗？哎，你弄了吗？50块钱，哎。哎，你给卖了！哎，你给卖了！是你纪灵姐姐的烦恼，是你纪灵姐姐的烦恼。晒死我了！到我这里面吗？那换一下吧。人家不让 stand。我没有 stand。您是哪儿的人？我是北京人。北京人啊，孩子在主题呢。啊。上次好像是。您贵姓啊？我是从丹丹。OK。哦，还要带这个呢。等会儿就凉快了，我觉得。走了。
多么渺小啊，在大自然面前。我们还在瀑布底下走了一遭，哎呀，差点没吓住啊！我真的非常震撼。非常开心，可以跟我儿子在一块儿独处几天。这是我发的照片，这是视频。你觉得我去南极值得吗？不值得，我希望两个地方都去，因为毕竟到了南极边上啊，好像一生你很难再有这样这么长的旅途，再来到这儿，再去南极，我觉得不太可能了。所以这次其实最大的遗憾是没去成南极，但是这个大瀑布也很漂亮。啊，我要给志玲扔了这个。烦恼远离志玲。我已经把志玲的烦恼扔下去了。快把姐姐压矮的。各位朋友，现在请前往四层甲板的更衣室，我们即将进行第一次南极圈巡航。正式进入南极圈后，花样团开始了他们第一次海上巡游，他们将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到南极野生动物。大的企鹅他妈过来。Let's go！ 哇 ，Come on！ 哇，我要下船了，下船了。Water, thank you。在这里太久了。Okay, let's go. One by one, by one. One by one. 好。Look okay? You do? Yeah. See you later.第一次坐上那个冲锋艇，所以哦，我觉得大家坐在上面都很兴奋这样子。喂，一进入那个艇那一刹那，啊，这太美了，就是你感觉你在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幅画里面。因为他们说一年只有几艘船可以进来，所以平常都是到南极半岛而已。然后像我们是很幸运，天气又好，然后我们又可以进得来，非常幸运，非常难得。哇，好多浮冰啊！哇，感觉好像天哪 ！Can we eat it？我爱干冰，要不要干冰？干冰，干冰，干冰，全世界最贵的冰淇淋，很好吃。有盐吗？给我点盐，我想吃。我真的觉得它真的好好吃，就是真的有很干净、很干净的味道。就你随手挖了一块冰，就感觉真的可以做刨冰，比刨冰都还好吃。要多吃一点，是长生不老的纯元。哦。啦啦啦啦啦啦。Talk about you and me, yeah, and the way that you were there.
反射的，因为什么？因为是光的反射，像冰，看我们看起来是透明，然后有时候光的反射就会变成有点呈现蓝色的颜色。蓝色的冰，因为有千万年的历史，所以它会呈现这样的颜色。然后其他的包括密度的不同，就会有各种不同深浅浓度的渐层的冰的颜色。嗯，这也是其他地方绝对绝对看不到的。真的吗？走吧。哎，真的有哎！哇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海豹，海豹，豹疼，豹疼，豹疼。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他在看我们，在看我们。他发现我们了。哦天哪，他太可爱了，他好软啊，感觉。嘴角上翘，保持微笑 ，Money Money Call。为什么他们身上好像很多伤啊？就感觉，因为他说海洋里面有一些大的动物会伤害他们。嗯，那他们可能会逃走的时候不小心被刮到或什么，所以刚刚有些线条就是他们的疤痕。企鹅，企鹅，企鹅！哎哎哎！啊，好可爱的，这么小，它们怎么那么小？我还得想象，好小啊 ！Yes, they kind of look like penguins, but they're called an Antarctic cormorant. 啊，不是企鹅，那是什么？小鸟？远远看有点像啊，西大班企鹅。你们是假的。哇哇，你看那个企鹅，企鹅，企鹅！企鹅，好小啊！啊，个儿，天哪！就他自己在这儿，他是迷路了吧？他一定是突然迷路了吧？他好可爱啊！我天哪！这企鹅就没有腿嘛，就一直是脚，然后这肚子底下就是脚，特别可爱。哇，有点冷哎。爸爸，你没有戴手套吗？没有。我哎，我是真的不用的。这个很暖。我不用，真的不用了。我真的不用，我真的还好。哦，哎，那好，我只放在这里，我不用。穿上吧，穿上姐，穿上吧，快点让大哥威风一次嘛，就穿上。OK， 好 ，OK。Hello, we're back. Back and thank you. 啊，我们没有动，可是被冻着了，冻到鞋子脱不掉。Yeah, let me grab it. Yeah. 可以，可以。收看有韧性更韧性美多斯密集修护精油独家冠名的美多斯花样姐姐。各位朋友，我们的集聚冰友马上就要开始了。南极勇敢者的挑战，请跳入世界上最冷的海水中吧。无论是直接跃入海中畅游，还是闭着眼睛从舷梯跳下，那无法抗拒的极冷寒风，从骨头里渗出的冰凉寒意，都将成为每位南极探访者终身难忘的光荣勋章。花样团南极勇敢者的挑战即将开始。怎么会是今天就在第一天呢？这样也太紧张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小组会议，说是要去还是怎么办，要穿什么。好啊，这要跳啊，对，我觉得别天的话好一点，今天大家有点体温下降。我哪天我也跳不了，我觉得。
这真的有生命危险，如果下去啊，有人就是直接就是被抬上救护车了。我本是没生过宝宝的，如果生过宝宝，我不怕，可以随便玩。这个我就有点担心，因为这个把裤子脱掉，我可恐怖，可恐怖了。你不知道你上来会怎么样？作为女孩子，甚至是最怕凉，后腰最怕凉。说到南极这个跳海，我是觉得因为水太凉了，是不是体质能够受得了？其实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要有的，要做的运动。亲爱的妹妹，你要跳对不对？我还是不跳的。我有点，他整个的跳下去的那一刹那，我估计人就已经。对，听你说也是，就是腰小腹。哎呀，万一这是系上这个呢，他就是心脏的事儿。有点担心。再有话你去看一眼。怎么样？还是跳不会跳。哎，老大指定好。老大跳。老大跳。老大也会跳。老大跳。有可能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我可能假设我可能不会跳下去的，可是作为老大有这种责任，有这种勇气跳下去的。你要不就看着好，真没必要。就是你可以就如果你这样穿过去，就肯定会跳了，对吧？你现在没换啊？你们都换好了。好。因为其实刚开始大家都在犹豫要不要跳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已经准备好，说我一定要跳，我就一定要尝试一下，所以我已经穿好衣服等了好久。你去外面等吧。OK， 差不多了。我们就得跳。那come on。他们都很开心。大家都说哇 ，it's worth it， 太值得了，你一定要去。而且很多年纪都是比我们大的，如果我们有小朋友还在那，哦，好可怕，好怕冷，好怕冷，然后他。
不 OK， 这一次我们就鼓足了勇气。Oh my God！ 谁要先下去，然后我就假装我很勇敢，因为我是老大，也不能丢脸，所以我说 OK， 我先下去，可是其实我真的是很害怕的。下去，那个就像那个几千个刀在插进去我的身材，就一直夹着，哦，好痛，好痛！来看，能接受了吗？那一刹那，哦，我的天啊，
比想象中冷超级多，真的比想象中冷的要疯的那种状态。我就是我心里就说，我为什么来华阳姐姐，我就是为什么来南极。喂，你真的要看我？跟着我感受一下南极 ，OK？ 给你一辈子都不会来的，在这里了，一定要跳 ，OK？ 啊，跳！结果就那么半秒钟时间，扑通一下就是哇，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像有刀在割你的皮肤一样，就是所有刀子在割你皮肤，你就一瞬间就觉得自己死了。下去了，就觉得是灌顶的凉，就是头心儿开始凉，就是浑身是刺骨的冰冷，就像一个被电击的小人，整个就是懵了的状态。我知道那个海有多么的冷，当我看见志玲姐姐在海里面还能很优雅从容的游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她不单是女神，也是勇士，更是我的榜样。那一刻我觉得她真的太了不起了，那一刻你就会突然觉得超级励志，就一下子温暖了我们。哇，我在南极完成了这样一个难以忘怀的事情，我觉得很棒。我还蛮喜欢冒险的吧，可以做的都会愿意尝试。不冷啊 ，I'm OK。好，你是错的。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You think I'm crying on my own, well I ain't. And I didn't want to write a song.先做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喝出自然女人味的贝依美花样奶鲜特别支持。这里姐姐要走个猫步。钱你赚什么啊，妹妹？没钱赚，没钱还要赚。好，好，好，好。哇！走。去哪儿？我们一起来，来南极 style。南极 style 好，南极 style 比较好。来，快来南极 style。滑这样。好 ，OK， 五六七，走。嗯，还是故作镇定。走吧，走吧，放肆了。The horse today? Yeah, thank you. Oh. 各位朋友，现在请前往四层甲板的更衣室，我们即将进行第一次南极登陆。南极登陆须知：第一，根据南极公约的规定，为了保护南极生态环境以及游客自身安全，凡登陆南极的游客必须提前清理所有随身衣物，穿着规定的靴子、救生衣以及防水服装，不符合要求者，探险队员有权禁止其参与登陆活动。第二，凡登陆南极的游客不可携带除饮用水之外的任何食物以及饮品。第三，由于南极的雪地之下有诸多的冰架裂缝，为了游客安全，凡登陆南极的游客
必须按照探险队员提前勘探好的路线行进参观。勘探路线以红色旗帜为标记。第四，所有登陆南极的游客在上下船时都需要仔细清理并消毒登陆靴。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去看企鹅。看企鹅，那我们会登陆。我们会登陆登了那个岛看企鹅。耶呀呀哈！企鹅宝宝，我来啦！我们要不要全部学他们？这样走，要这样走，这样没有脖子。看这样。这样。哎，我好累啊。你不应该累啊，爸爸看腿的感觉。你应该跟他们差不多啊。可以。其实我这辈子都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打雪仗。哎，这个地啊，摔倒了都不会疼。真的吗？对呀、啊，因为。哎呀！会痛吗？好痛！不疼也不能这样。我是说它很松软，摔倒了都不会疼。真的吗？痛吗？不痛吧？你说不痛啊？这不疼是不疼，不疼也不管呀，不疼也不管呀。哎，这不管一管老妹妹啊？姐姐，哎呀，坏孩子。我这个人呢？阿芳姐，你没事吧？亲爱的同学。要看企鹅的，要往前走。静静，有事吗？没事。我没事。你 OK 吗 ？OK 啊。这感觉很好吗？感觉好。哎呀，感觉好。哎呀，哎呀，来吧，来。你来吧。大小月亮想念你。这些小孩子，我们堆雪人吧。我们把堆雪人弄个最大的，好不好？哒哒哒哒哒哒。哇！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代表月亮惩罚你。哎呀，一边走哎，不让我们回来。亲爱的同学们。往前走。7:30一定要回来啊！怎么样，很棒？爽。哎呦，那云像不像挂在天上？像不像挂在天上那个云？哦，真的。是不是、啊？筋斗云。二胖姐不好拍，三胖姐从来不帮我拍照。确实太多影子了，稍等，再来一张。好了，你们还不走吧？让躺一会儿吧。要不要一起躺？躺在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不管是环境啊，你闻到的气味，或是你身上所有的触觉，你都觉得是新鲜的，就是第一次的。那一刻感觉就是你想享受这一刻，所以我决定，我真的很想就躺在那里不动了。我不想动了，我好了。起床了，起床。你们要走了吗？起床。哎，我们去隔壁看一下。好远啊！哎，我们要起了。我想在这里待哦，我不想去了。你将会冷到的。太远了。我们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在这里睡了。对啊。是吗？没有杆子，走吧。
快点，你这样跪着走吗？啊？怎么走？这里吗？沿着旗子走。我觉得企鹅它不是故意要这样走路，就是你在雪地走路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这样吗？对对 对，因为它们腿太短，不由自主会变成这样子。哇！大眼呢？人呢？大眼在哪里啊？对啊，他在哪？他真的在哪里？你看到大眼吗？这里躺得好舒服啊，好舒服啊！天哪，我居然可以躺在这里睡一个回笼觉。但是这里居然敢躺下去了。大眼在哪里？哎他躺在那里了。大爷想在那边再玩会儿吧。这孩子，前面那么多企鹅不看，非得躺在那儿。我睡饱了，拜拜，拜拜，拜拜。哎，三胖，为什么你回来了？快点，你不走我们都不能走。啊，真的假的？那赵龙跑来叫我了吗？对，救你的。有点担心你。是啊，姐姐很担心你哦。要不要背你？要不要背你？好啊。哎，客人，你还挺轻的。轻啊。但是我每走一步都是两倍的往下沉。你要陷进去了。对，你陷进去了，现在。哦。都往上陷进去了，已经陷进去了。大眼，啊！三胖，我们要不要先滚下去？真的。来了。啊，好晕啊！啊，好晕啊！你这样下去都找不着女人了。好了，不要滚了。啊！好，老大，老大。啊！没事，没事。啊！好，老大，老大。啊！没事，没事。因为工作人员都明明已经跟我们讲不能随便跑，可是他可能有点呢、太兴奋了吧，然后就在那个雪里在那滚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他们是要耗尽老大所有的耐心吗？你们俩在吵架吗？怎么会？你在干嘛？等你们。我发现所有人都在等着我的时候，那个是有点啊、我是又做错事了。你跟我说一下你刚刚有做了什么错的东西跟我讲。我刚刚说你好好想一下。你刚刚在干嘛？你刚才睡觉啊。翻滚。你我们只能走在这里，然后你们两个在那边住。让我出，你可以在水里面不能滚哈，不可以在水上滚，因为有时候你一滚到哪一个地方，然后你不知道，然后那个冰可能就会裂，然后或是那个雪可能会塌，那有旗子的地方都是塌，确定安全我们可以走的，所以大家其实要很小心。OK。好啦，我们知道啦，走吧。好，我们知道了。走啦，玩啦！啊，真的要去吗？我们要抓紧时间玩，要不然的话来不及。我们都在等你好久了，乖乖的啊！好，我们出发，出发！好吧，乖乖的，出发，乖乖的，出发。
I love the nightlife, yes I do, it's so much fun. And before you know it, I have the sun. Sweetheart, it's been real, but the thrill is gone. Mm. In silence, it's like a spirit that kicks my house to heart. 好，五个人来一张。一。踏上这块土地，然后来看到这块土地的美，然后把这些美带回去给大家，让大家更是要知道说要保育生态环境。就以前我可能对保护环境，就是降低那些二氧化碳的排放，我可能还没有那么深刻的意识到。因为我看到以前雪山都是非常漂亮的，但是现在你看到就是那山啊都开始有那种黑黑的地方，碎冰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裂痕都越来越多了，这都是全球变暖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不这么干，这里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而没有去想着每个人生存环境的利益。所以来到这里我真的意识到这个问题。 I wanna go to the 神秘的南极大陆，如梦的人间仙境。我是最好的我。怎么？啊！哇！哇！好棒！花样团又会有怎样的趣事发生呢？真的走了？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哎呦，还是让他们回来吧。啊，舒服。哎，这个美多是真的挺好用的，就是这头屑也没有，然后也没有那么油，真的蛮好用的，真不错，给你点个赞哦。哎呀，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产品，就是这个美多斯的高弹素。因为我平时会做一些造型，然后会做卷啊什么的，然后会烫头发。平时我做完造型就会用一点点这个，大概就这么多。因为这个是对头发是保护的，而且它补水效果特别的好，就可以晚上也可以用，涂多一点也没有关系，然后第二天洗头也是相当于会让头发很柔顺，就这样。拍到上面，这样头发就可以自然的有弧度，然后让它有那个弹的感觉，很有弹性。收看花样姐姐就有机会获得有韧性更韧性美多斯修护精油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太阳雨净水机太阳雨太阳能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Hello， 我是精灵姐姐，花样姐姐大礼包来喽！现在只要转发我的微博，你就有机会获得像我头上这顶帽子，送给你。欢迎登录腾讯视频、优酷土豆、爱奇艺、乐视视频、搜狐视频、PPTV 观看本节目精彩视频，登录微博参与花样姐姐话题互动、主题贴纸、旅行日志等你来用。感谢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凤凰娱乐、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Zaker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橘子娱乐、一点资讯、热力网国际在线界面 Easy 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感谢节目首席新闻客户端指定合作媒体网易新闻客户端，登录手机百度了解节目更多资源，下载美图秀秀使用节目专属贴纸。感谢暴风影音、天翼视讯、美拍、想着看看、快手360搜索360浏览器、in WiFi 万能钥匙、搜狗浏览器、搜狗输入法、搜狗百科对本节目大力支持。